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谢文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受到牛尔老师的邀请，然后做这一次的一个新产品的一个测评。那这个新产品就是牛尔老师最新研发的，就是这一款金城之霜的超激光束美白精华霜。它里面的霜是比较粉粉的，因为它有含维他命 B12。这款美白霜它就是特别添加了褐糖藻，来去进行你肌肤的一个调理、保湿跟修护的这些步骤。那另外就是它还有在特别添加一个极光耀拔因子，它可以提供到很好的一个抗蓝光的一个保护，还有额外再添加 7% 的熊果苷。我自己在使用这款美白霜的过程里面，大概用了3-4天之后，会透出那种比较健康的润感的这种光泽。到了2周以后，我会感觉到我的皮肤明显变得比较透亮，变得比较细腻，会有长斑的问题的话，我就会经常做一些厚敷的动作，敷在整个眼睛周围，因为我的眼周是比较容易有一些细纹。敷个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呢，那我就会再去按摩，把它推匀。推匀之后，我就会去做其他事情或者去睡觉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对这款美白霜的一些测评跟分享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我们下回就再见喽。